你还有多长时间？两年总还是有的。阿旭，老温，这种蠢话别人说的，你说不得。阿旭，周子舒，废了这身武功，我还是我吗？既然不是了，何必活着？可是你首先你得活下来呀！你活下来了，天下之大，我总有办法恢复你的武功的。宁可肆意妄为的活十天，也不违逆本性的活十年。还好，时间还够多，够我们把天下的精酿品尝几轮了。走，我明白。我自然比谁都明白。我就是觉得有点好笑。我小的时候，常常因为贪玩不练功，和父母赌气。我父母总是说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等长大了，再想练功便晚了。我便回嘴说，等长大了，再想掏鸟蛋打弹珠，可也晚了呀。原来我这一生来来回回还是不合时宜这四个字，想玩的时候玩不成，想练功的时候没人教，想要的东西要不起，想留的人来不及。幸好，温可晴，你有完没完？是老子要死了，是老子空走一生，一事无成，活这个笑话。你做这副凄凄惨惨的模样给谁看？老子拼了老命想要赎出这副自由身，如果连你他娘的都要劝我，不如苟延残喘的多活两年。Thank you.